哇，哎呦，哇，这个厉害了，哦，这都厉害，哇，短发俏丽，哦，这是卖什么？内衣吧，三，这个是卖电脑，三 C 产品啊，三 C 还是卖三十三 C，Acer，Acer，Acer， 对，三 C 买贵退三倍差价，然后穿这样。对，做什么呢？海报够吸睛哦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停下来哦。这个不止撞到头，这是可能车子撞烂，对，被车子撞了，迎面冲去撞车子吧。哦，它真的贴在公车上，你看这个是方向灯，对对对对，方向灯呢？对啊，对对对对，指引我们整版呢，整版哇，这样在街上走，好拉风。来，我们看看它啊，来，他会不会也穿这样出来呢？这样，比基尼一样吗？一样吗？哇塞，他笑容可掬，高举，来欢迎，可掬可掬。哇，太可掬了！可掬可掬，太烂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ila。Pila， Pila， Pila， 笑的眼睛，你看 ，Pila 这个名字是日文吗？对，因为我很喜欢一个娃娃叫 Kiki Lala。Kiki Lala， Kiki Kiki 一起合并。是是是，这个是在各大公车这样开来开去哦。对，大街小巷都会遇得到。那当你自己本人看到这张照片，会不会害羞？会，会哦。嗯，而且还蛮多人会跟这个合照，然后传给我，然后跟我说：“哇，今天 Kira 在盯着我看，很害羞。”那你算成功啦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多么阳光的这个比基尼，那是比基尼吗？算是内衣，对吗？比基尼应该是泳衣，对，应该是。请问你三围是？32C， 你看，真的西的三十二 C， 那腰，我觉得腰很细，觉得你大概22左右，23，好瘦啊，这么高22，好细耶，很细，好厉害。现在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没有。喜欢什么样男生呢？我喜欢阳光，还有爱狗狗，因为我自己养了很多狗狗，狗狗，然后我很喜欢户外活动。户外活动。对，所以希望他可以阳光一点，然后带我跟狗狗出去玩。OK， 哦，来，两个连阳光了，来，预备，一二三，阳光。还好，可以啊，可以玩，还可以吧？为什么自暴自弃的？下去的感觉啊。那这两个我请教一下，这两个我们真的要问一个很那个全部这样。好了，每次都这样。我们这两，我们这，我们两个其实有点累。是，我们七个男生嘛，对不对？嗯。请你告诉我们谁。最丑，很环绕哦，就是这么唐突的问题，没有问题的。你说谁最丑？回答没有问题的，我们不会紧张的。来，请问大家可以参加嘛？最对，教我教我，七个男的，对，一定要回答，一定要，没有在怕，没有在怕。而且你说到谁，谁都不会生气，对，为什么？对，我们因为我们常常这样，因为我们都有自知之明，谁最丑？这跟选的人没有关系，对呀，我们自己的斗争，我们男人呢？哪里在怕人家说我们丑？对，没有，我们注重的是内在，没错，是的。我们讨厌是外表，是。来告诉我谁最丑？虚华。我吗？等一下，你这么轻呀？他可以不要站在我后面吗？李东，赶快安慰一下弟弟。没事啊，没事，这第一次这样，慢慢的习惯。我也被干掉过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讲点好听的给他听。可是我觉得你虽然丑，可是丑得很可爱。不是丑，是丑，乱丑。我觉得丑得很有特色。我觉得这个年代其实。特色是最重要的事情，真的是。他是一个心灵老师的概念，是是是，对啊。那你怎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开始？怎么有这个机会呢？啊，因为我自己非常的喜欢打电动。好女人哦，打电动好女人，对，一起玩啊。对，我很喜欢打电动，然后我对三 C 类的领域也有一点点略懂，就跟一般女生比起来的话，是。然后那时候其实是东森购物。要跟我们公司合作，那他希望把我打造成一个三 C 达人的形象，又加上我爱打电动，所以他们希望就是三 C 类的产品都由我来拍摄呈现。而且讲话好可爱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本身是模特儿吗？对，哪一家的？凯沃。哦，凯沃。那你知道凯沃你们公司是有一首歌的吗？哦，凯沃有歌，怎么可能？我想听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你走血路，知道？来来来，元气。海沃是有歌的，是就让歌来告诉你是哪首歌。因为最后才把话说开，宁愿没出息，求我别离开。我海沃，海沃，
好听哎，好听对不对？好听，喜欢。2.78对不对？哎我，对，你也蛮有特色的。你变超了，你超了，你超了，你变超了，特色是好事。对对对，来，玩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做什么？气死我！我啊 ！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，过。你这个海报除了公车之外，捷运也看得到。对，捷运也看得到。那不很尴尬？我有一次去忠孝敦化坐捷运，然后一下去就看到很大的我，就好害羞又好兴奋，因为都是朋友传给我看，我其实自己就是没有办法真的遇到，然后也有一个很适合的场合可以跟自己自拍，对，然后我就不顾重的，然后跑过去我的看板，然后自己录影拍照，旁边的人都来看，但我就觉得有人认出来吗？有人认出来，说哎，好像是他，他在拍自己。对，人家看到你在拍自己，会不会看那个红色灯那边，一二三，哇，哎，真的耶，哇塞，哦，哎，你真是职业 model， 你，所以他什么你什么都可以，产品都可以展示嘛，那你想展示什么？真的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刚好有一个我们要促销的东西，比较营养的东西，皮呀，对，皮呀，这是龟鱼头，可以的，龟鱼头，简称鱼头，这是我的专业。那可以请有特色的人帮我拿个麦克风吗？现在是谁啊？谢谢，累气，哎，哇，哇塞，哇，好有力，有超生命力，你可以摆动一下吗？摆动一下，天哪，那是鱼是吗？哇，是鱼，鱼活下了，帝王鲑鱼头，帝王鲑鱼头，帝王鲑鱼头，活鲑鱼，好专业，哇塞，掌声鲑鱼，专业专业，哇。他会一直甩哦，不会停的，好强哦！这专业 model 嘛，是哇，这身价上涨，真的，这鱼很好哎，你们去哪里弄这个？你们可以这样，你们先可以现在可以这样乱弄来宾就对了。还有什么吗？好爽哦！都来吧，我可以的。哦，那，你为什么会突然那么喜欢户外活动？像 model 不能晒太黑吗？然后你还有考潜水执照那些的。学潜水是要弥补一个遗憾，对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当模特的时候，有拍了一支 MV， 那到了现场才知道，原来那支 MV 是要下游泳池，然后悠游在男主角之间，很漂亮的美人鱼，然后眼睛也要睁开。那一天还记得是寒流零下，寒流十度，可是最重要的重点是我不会游泳啊，水性不好。我非常的紧张，但我就觉得我想要试试看，然后就还是跳下去，就差点淹死，就非常的紧张。但后来就是剪出来，因为可能真的太勉强了。对，因为拍出来画面都是对，在挣扎，我有尽量的想要很漂亮，可是就可能真的还是太狰狞了，所以在游泳池里面的画面都被剪掉，只剩下在岸上的画面，就自己觉得很难过，于是就去学游泳。那是保护你，知道吗？安全还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其实那个在水里面拍东西不好拍，以前我要拍一个镜头是真的用是这样，镜头在上面嘛，你要沉下去啊，但是你要把那个气全部吐掉，然后才沉得下去。对，然后吐掉以后，你知道在胸腔没有气的时候，你下去会恐慌。对，我很害怕的，而且会有压力。因为我水性算很好的，我都会怕，更何况他不会游泳。而且你不用觉得伤心，大部分拍得好的水里的摄影都是动画，懂吗？好不好？不要难过。但我有努力学游泳，也考到潜水执照，很棒。没有一点点遗憾。台湾，我觉得还是就希望你可以去绿岛啊。我在绿岛考的耶。是哈，那接下来一定要去兰屿。好。兰屿很漂亮，世界潜艇，台湾唯一的世界级潜艇就在兰屿。兰屿，哇，很漂亮哈。好，来，请坐。谢谢。欢迎。